我现在要一个人出发去绿岛。And also, since our point of departure is a joint use airport.Taking pictures or drawing. 哥哥兵，我们即将降落，请确实系好您的安全带。Go go go！到绿岛了，天啊，搭船最辛苦。天啊，这里的风也太大了吧！配重，这个配重，这个小颗的是1公斤，嗯，这个是3公斤。那你诚实报一下自己的体重。我的体重今天早上量的话是48 kg。48，那我们就先配4公斤。好，我们这个如果你之后忘记啊，嗯，我们就是体重的1/10为1公斤，48就配四。因为你其实还没有到50，所以其实看你的肉量应该4就蛮够的。够吗？嗯，你看得到我的肉量，我穿这么厚。这是几度？150。150。因为水中会放大，所以像放大镜的感觉吗？对，所以我们的气瓶总共有3种款式，这个是大只的，然后最里面是中只的，然后再来中间这个是我们体验用的最小只的。那它为什么不是纯氧？纯氧的话是医疗用的。太阳出来喽！趁现在还没有下雨的时候，赶紧去补货，不然等一下我又要被困在房间里了。好，出发！哇，下完雨真的空气超好的。走喽！冲啊冲啊！带你们去看看绿岛。哎呀，虽然我可能是一个不合格的导游，但是我尽我所能，毕竟十几年没有骑过摩托车了。哇！
这边在修路，所以要非常的小心。西第一杯就是我出去的目的，就是要一杯大杯少冰拿铁。我真的好想喝咖啡，我快受不了了，赶快先喝一口。Oh yes， 好，看一下啊，刚才我买了什么？第一个我买了 Fin， 其实我平常不太喝它，因为我觉得有含一点糖，但我觉得我现在需要看看它多厉害吧。无极饮料一样，我还是买了这个台盐的碱性梨子水，我觉得它很好喝，我很喜欢。然后我买了香蕉，香蕉我也超爱的，而且香蕉含很多维他命跟色氨酸。好，另外我想介绍这个东西，我觉得它超好吃的，而且它的设计非常的方便。它是两个手卷，然后你打开之后它有两个小握把，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搭长途车或高铁的时候会吃这个东西，很方便又快速，手又不会弄脏。重点它真的做的还蛮好吃的。对，好，再来就是我很爱的无加糖高鲜豆浆，我的必备品，这些都是我日常平常就会喝的东西。好，鲜乳，来个低脂的，补充一下我的钙质。另外我又买了一个星巴克的这种罐装咖啡来备用一下，这个可以放在冰箱里面，我随时想要喝就可以喝，不一定要出门买。这个很赞，这是 espresso， 然后有加 cream 在里面。OK， let's see， 剩下这两个是什么呢？就是大肉包啦。这个是 Seven Eleven 的，一个是葱烧肉包，一个是笋香肉包，葱跟笋。好。绿岛就遇到台风。海底捞自
煮火锅套餐，之前我试过一次，这个还挺方便的。打开，里面的东西还蛮多的。制造日期2023年7月12日，然后这个是综合蔬菜包，这个是粉丝，好，还有餐具，牛肉调理包，70公克，这个是发热包，发热包放在底下了。再把它的胶膜撕开，那这个是不可以撕开的，把它放在底下。备了冷水，把它倒进来，不可以超过注水线的位置。大概就这样吧。再来把我们的锅子放进去。我的习惯呢是会先放料，因为这样如果你先放汤的话，再放料的话可能会洒出来。哇哇哇哇，开始了，好，赶紧综合蔬菜包，来这里开好，最后呢，我们来加这个火锅汤底。哇哦，这个会不会很辣？接下来我们打开粉丝，然后把它扔进去。这个水是加到这了，注水位。OK。是把它稍微向下压，压下去，然后呢，戴上我们的袋子，它这边有一个气孔，会排气出来，不能靠近这个气孔，记得。好，那我们就让它自己煮自己咯。好的，不知道现在好了没啊？我好饿啊！哇，看起来好像不错。不错哦，不辣，完完全全那个红色就是番茄味很浓。刚才我已经这样子闷着应该有20分钟吧，因为我去洗了个澡再回来。它就是番茄味很重，然后那种椒麻味很香，这样子。我是不吃辣的人，是可以接受的。现在太阳要下山喽。
It's a minute to midnight. People smiling and embracing. They are having a great time. You can read it on the faces. It's a minute to midnight. There's no way I'm feeling blue. Cause in a minute at midnight, I'd be busy kissing you. And under the sky will blossom up into a million colors. First bus, don't need no one to save us. We're pulling up the curtain that covers this blue sky. Oh, tell me, can you feel we're floating in the air? We are made. Fast as lightning, they want to turn back time. There is so much peace here. We're floating through the atmosphere. We light up like a feather, soaring into space. Cause I know that you see the world so small from全身都是湿的。我现在已经到港口，然后我要来吃一下他们特色当地的早餐店的三明治，希望等一下不会吐出来。
谢。曾小姐吗？对，谢谢。